张嘉诚整天证件发表会，只会解释自己有没有税助理，有没有买豪宅，有没有不好。像这样的候选人，没有愿景，没有证件，只会当人家的傀儡。人讲做什么代志，唔对就算了，但是什么物件袂使做，不好。啊，所以呢，我甲迄个人无共款，我所有的助理拢查甫的。是安怎？我所有的助理拢查甫的，真简单嘛。我还未娶某嘛，我嘛可能挡袂牢嘛。我跟你讲，什么叫做无风不起浪？底下你听到困助理，大家有听过无？有听过无？这款的人，这款的人，国家安尼搞人安尼，真的是不要脸、丢脸、不孝。之后会发什么照片？那你们今天没有拿出证据？之后再补嘛。我们也不想浪费司法资源，但日前他们更在我的对手造势场合上公开对我进行人格的毁灭，我想这个对于整个选举来讲造成很严重的影响。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一次来端正视听，提出这个意图使人不当选，还有损害他人名誉的这个诽谤，来告诉大家这个不应该为了选举做这样人格的毁灭。